首歌来说的话，你怎么感觉快睡着？其实有点演到快睡着。哇，害羞害羞。OK。还好刚刚有先弹错，才让我先醒一下。然后台下什么都看不到。OK。但不得不说，风浪号这边的灯真的是很赞，因为我刚刚在就上一场是那个 BB 弹嘛，就我们在台上看，哇，这个灯叭叭叭叭叭，超帅的。嗯，这样听得懂吗？大概就那个叭叭叭的感觉。没错。好，刚刚说我高中大神班在这边嘛，然后但我那个回忆不是很好啊，我从头哭到尾啊，但也不是因为感动哭，我就是觉得刚才每首都毁掉，然后下去就躲在那个柱子的缝隙中间哭。对，然后刚我说我们昨天蛮难受点嘛，就其实我们从高中开始就在玩社团，然后上大学之后，其实我们并不是真的很有热血梦想，所以才组成的团。就其实我们都觉得我还是有啊。OK， 我们一开始上大学可能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就是还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个团上。对啊，而且我们那时候组起来，其实如果就是有追踪我们 IG 的话，就可以去听一下。就是我们应该有写一些有吗？什么 podcast 之类的，就会有讲到，就是我们这个团是怎么成团的。对，其实。对我们组起来其实完全真的是一个意外，就是我们只是要去参加一个算是表演的东西吧，培训，然后之后我们就临时凑了几个，然后之后就是还是说，跟鼓手还有贝斯手说，就是我们只要弹一场就好了，演完一场就好了，结果就被我们越演越多场，然后就被我们拖到现在。没错。阿杰，你有开心吗？开心。对，然后就是这一路来，就是我们就是疯狂的在做梦，然后还是什么想学人家发音、你发专辑。对啊，对啊。对，然后。我们因为一开始成团其实不知道要做什么，就是我们也很慌，所以就开始会报很多比赛嘛。对，然后其实我们也报过一些大大小小的比赛，然后其实成绩不是很理想。对，然后一开始会蛮放在心上的，就我们还会一起去，我不知道是不是假装疫苗啊，喝酒在操场看星星。然后那时候开始反正某一场比赛，然后我们就去超级大的操场看星星。然后那时候 Adam 就。跑出一个灵感，对，就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上一首发行的单曲。他在讲的是，因为那时候抬头望星星，就是其实满天都是星星嘛，其实就像世界上的乐团一样，对，就是有很多很多，但你其实不一定会记得每一个乐团叫什么名字。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被大家记住。没错，请记得我们。对，好，下一首歌《星星》。
谢谢。